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我是小艾丽。朋友们，今天跟小艾丽一起去见五颜六色的。五颜六色，小优你也来吗？啊，不是了，今天我们要去见五颜六色的鸟儿们。啊，美丽的鸟儿就等在那里呢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艾丽，去哪儿？朋友们，艾莉今天要来见的鸟就是提示啊，五颜六色，五颜六色，还会说话呢，还会说话，会是谁呢？鸟怎么会说话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谁？鹦鹉。没错，答对了。现在我们就要去见这些鹦鹉。Go go go go！ 哎呦，朋友们，这里的鹦鹉种类真的好多呢，有太阳锥尾鹦鹉、和尚鹦鹉、红彩西米鹦鹉、锥尾鹦鹉、王冠鹦鹉、牡丹鹦鹉，还有虎皮鹦鹉，哇，真的是好多种呢。那我们就先来观察一下太阳锥尾鹦鹉吧。你好，朋友们，太阳锥尾鹦鹉是由绿色、黄色跟橙色组成的。旁边的这个叫和尚鹦鹉的种类呢，身上发出的光泽是灰蓝色的，还有些绿色的光泽。我真的跟名字好配呀，太配了。彩虹西米鹦鹉，哇，身上颜色简直跟彩虹一模一样，真的好神奇。接着是叫锥尾鹦鹉的小家伙，锥尾鹦鹉头部是白色的，眼睛周围是橙色，然后还有一身的浅绿色，还有长长的尾巴，哇，真的好长啊。啊，王冠，带着王冠的女王，女王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艾莉跟小艾莉。哦，快看，女王陛下很有魄力吗？女王陛下好像有点害羞呢，脸红红的。好像是呢。哦，看看旁边牡丹鹦鹉，哇，朋友们，看起来牡丹鹦鹉他们好像是特别安静的小家伙呢。朋友们，朋友们，看到艾莉的后面了吗？这里，这里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好像娃娃呀，这么一点点大。哇，你们太可爱了。哦，那边还有天蓝色的。哦，这种颜色是怎么出现的呀？艾莉今天呢是来看鹦鹉的。嗯，不过光是用眼睛来看的话，是不是很无聊啊？所以呢，我这就去直接跟他们见面。好，首先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这棵树的上边就有，噔噔，鹦鹉鸟哦。你好，他们来闻艾莉的味道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们在上面干嘛？啊，好像要把你的帽子摘掉呢。啊，怎么会呢？哦，哦，啊，等一下，老师，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灰鹦鹉。灰鹦鹉，他们几岁了？有四个月大了。四个呀，原来是刚出生四个月的鹦鹉宝宝。哇，那现在艾莉让它停在我的手上。哦，好期待呀。像这样伸出手指。好，哎呀，不是叫你咬的了。一直在咬呢。不是让你吃了，来来来到这里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去看看别的小家伙吧。你好，我叫艾莉，你的眼睛部分的橙色真的好漂亮啊。还有朋友们，哇，朋友们，鹦鹉的喙它是尖尖的，真的好漂亮啊，好漂亮。嗯，真的。朋友们快看快看快看这个，小艾莉，小艾莉你好，真的好可爱呀。小艾莉她跟你真的好配啊。是吧？哦，再离脸近一点。哦，真的好可爱呀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王冠鹦鹉好像很喜欢小艾莉呢。哦，他好像很喜欢有人这样摸他呢。天哪，像棉花一样特别特别的柔软。嗯，而且又很温暖，摸起来特别舒服。王冠鹦鹉再见了，见到你很高兴。超级大的鸟在艾莉的后面，朋友们看见了吗？老师，那只鸟叫什么名字啊？
蓝紫金刚啊，是蓝紫金刚鹦鹉。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鹦鹉中，从个头开始，颜色什么的都不一样，完全是另一种概念。天哪！再抬高一点。啊！伸出的手要保持水平。天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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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胳膊放下来也可以。朋友们，首先，它身上的颜色相当的漂亮，而且我们摸到了王冠鹦鹉。这个家伙身上的羽毛要比王冠鹦鹉的羽毛稍微硬了一点。喂，那个，你在干嘛呢？那是不是特别可爱呀？来，上来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刚才被它咬了。这个小家伙还挺厉害的。再见，你也到这里来吧。朋友们，这只鹦鹉好像很讨厌艾丽。竟有此事，刚才还把我咬得那么狠。你好呀。你好。朋友们，听说我们旁边的那个小家伙是这里面说话最厉害的一只。真的吗？那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听到了吗？刚才说话了对吗？你好，朋友们听到了吗？他不听艾丽的话，却很听摄影师朋友的话。朋友们刚才看到了吧？他说你好，你好。天哪，你老这样怎么感觉不到你是只鸟呢？像只小狗。朋友们，是不是特别可爱呀？真的好可爱。真的好可爱。他在跟小艾丽玩呢。好的，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。好的，再上来一点。太棒了。朋友们，据说鹦鹉很喜欢高处，所以他也很喜欢这种向上爬的游戏。哦，真的好可爱。现在我要你先回去吧，我要给你吃好吃的。好，哒哒。朋友们，这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，看到了吗？朋友们，当哦哦哦哦哦，来吧。我以前在电影里面看到过这种剧情，就是很多只聚在一起。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啊？看着美丽的鹦鹉宝宝美味的吃着食物，是不是也觉得很可爱呢？朋友们，艾丽早就想在头上还有两个肩膀上这样各放一只小鸟来着呢。哇，哦，真的好漂亮，它的颜色真的好好看。哎，鸟拉臭臭了。拉臭臭了，居然在我头上。你为什么偏偏拉在我的头上嘛？哎呀，不管了。好，接下来头上。啊，朋友们，艾丽的愿望实现了。那么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喊出来吧。艾丽去哪儿？朋友们，艾丽跟小艾丽有事情想拜托朋友们，那就是见到鹦鹉鸟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声叫好哦。手也一定要消毒才可以啊。还有，不可以拿着鹦鹉到处乱跑哦。希望朋友们能够遵守以上规则哦，和艾丽和小艾丽约定。